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人的一生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当机会到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陈立好？全国的观众，今天立好要花一点时间来告诉各位操作股票的观念。如果你真的操作股票的观念你都有了，各位，就像以前人打通任督二脉，有没有？当你任督二脉打通的时候，各位，你一通百通啊，各位，你真的在股市里面可以创造超级大利润。各位，你记不记得在去年1月29号，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全国的观众听一下。各位，全国的观众都知道，陈立豪的股票很少低于两三百块以下的，全部都做高价股，对不对？其中一档股票，那个叫广运，是我曾经做过100块以下的股票。而且各位，我当初在1月29号那一天，各位，6125那一只股票哦，我告诉会员58块附近赶快去买。然后买了之后，我跟会员讲，我说这档股票是唯一一档我们做过100块以下的股票，你就把它抱到中长线。我告诉会员，会员跟我讲说，老师，你就不曾做过100块以下的股票啊，你怎么突然会挑到这档股票？我说啊，因为我们在看筹码，这只股票的筹码几乎都被特定的人士给吸光了。那这个特定的人士呢，我大概也了解一二，毕竟我在股市36年了，对不对？而且这档股票我还去过他的公司，在南港高工，南港高中那附近而已，台北市南港高中附近。那这只股票的老板呢，我也蛮熟的，姓谢。58块附近，我告诉会员去买，都不要问为什么。各位，买到之后或许上看100块以上。当初我几个会员打电话给我，老师，我就不想做100块以下的股票。老师啊，我喜欢做那个短线，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这档股票如果买到了，就算真的涨到涨上来涨停板了，那也赚不了多少钱。可是各位，因为我们带会员，带很多的会员，我今天要告诉你我们的观念是什么，等一下跟你讲很重要的观念。那100块以下的股票，因为我们就只有做这一支，所以各位，这档股票你看6125今天攻涨停，对不对？你回到1月29号那一天，各位，你会知道说，哦，原来陈立豪当初有 在电视上跟我们讲。各位，你记不记得在1月29号那一天？我记得没错，应该是1月29，哎，对，真的1月29那一天我们是买在58块附近哦，58块附近，那时候后面都没有出现，哦，都没有出现。那这只股票我跟会员讲，中长线可以报上看100块，很多人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做过100块以下的股票，而且这些股票说实在，我们要报中长线，哥，你看报几个月了？你就算1月29号报到现在，哥，你几个月了？至少哎，快1、2、3，快哎，对，四个月了呢。对，快四个月了。所以各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创涨停板，我今天也跟会员讲，我说这档股票要报续报没关系啊。各位，这是股票是什么？就是一个纯粹的主力股。好，那各位好，那个就是额外话题。那各位投资朋友们，你看我今天的侧标，良好的操作观念才是真正发大财的关键。各位，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今天就拿几档股票，为什么跟你讲良好的操作观念比什么都重要。你如果在股市里面你没有良好的操作观念，各位，真的再好的股票给你遇到，你也赚不到钱。各位，你看，不相信你看，各位你注意看，看完之后你自己闭起眼睛来想一想，各位，这个对你们如果不是我们的会员，你在电视机前面看的会员，各位，你有任何的感觉吗？你有任何的感想吗？不会，你只是讲说，哦，这个老师到底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啊？到底有没有在吹牛比赛？所以我另外一个侧标我讲的很简单啊，对，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听得懂吗？我为什么要打这四句话上去，让你们知道在台湾做股票，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听那种造假作弊欺骗吹牛的，各位，十个里面大概有8到9个人，所以你随便闭着眼睛电视台从早上转到晚上，你一样都会看到，都会发现，听得懂吗？
那纯粹是你如果想要听故事比赛，你就去那个遥控器哦，从早上转到晚上，各位比比皆是啊。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的，那全市场大概只有陈立豪一个。那各位来，我让你看一下，假设，各位你看5月2号，我假设，各位当你看到我说天哪、啊，买四星赚105块，玩当冲赚双红赚54块。好，各位再来5月3号，四星又150块，台积电又赚18块，华城赚39块。好，来到5月8号。对，我又告诉你，华城赚93块，技嘉赚39块，好，维盈赚了450块，连放空都赚140块。好，各位再来，到5月13号，哇，台股站上20000点，就是当冲的天下，维盈又赚65块，四星再赚65块，华城再赚36块。好，各位来，5月16号，来，越来越接近哦。我就算给你看完三段 VCR， 哎，四星赚460块，双红再赚63，结果放空长荣也赚21，结果再放空四星，各位又赚120。各位，这个地方台积电全部出赚115块，再空四星再赚140。好，各位，当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你看到我5月2号讲到现在的时候，你有任何感想吗？你有任何感想吗？当我打在侧标上说我赚了多少钱，你有任何感想吗？不会啊，不会有任何感想，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你怎么会有感想？所以我在今天我要告诉全国的观众，我愿意花一天的时间告诉你一个观念，各位，台湾做股票你要非常的客观，要非常的客观，你每天都要归零，听懂吗？把脑袋归零了，不要永远在早知道，早知道一档股票出掉之后涨上来，早知道我就不要出了，一档股票出掉之后掉下来，好嘎仔我出掉了。如果你每天都这种心态，你在对跟自己过不去，没有意思。你每天做股票一定要跟利豪一样非常的客观。各位，我在盘中4.5小时盘前分析，手机分析完毕之后，盘前分析完毕进入盘中4.5小时，我开始带会员进出，带会员进出。好，各位，结束之后你知道吗，我上完电视节目2点到2点半我是现场的 live， 我播完之后我回去我就休息了，重新看其他的，看电影啊，各位，看一些报告啊，看一些跟股票无关的没有关系的东西，甚至一个会去跑去唱歌啊，跑去打高尔夫球啊。为什么？放松，脑袋都非常的客观，所以我每天都很客观啊。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一样，当你脑袋真的很客观的时候，你每天都放轻松的时候，各位真的钱会来找你，你相信吗？钱会来找你，你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在股市里面赚钱。所以各位，我一直跟各位强调，我刚刚给你看到这个有没有？各位，我只是举例而已，我只是举例而已。当你看到说，而且我还是给你看三段 VCR 哦。假设我跟你讲说，四星我赚了460，各位，460就460啊。你如果不是我们的会员，460是什么观念啊？10张460是460万，100张4600万，原来是这样。但是各位，当你真的进入状况的时候，当你真的进入股市的时候，各位，我告诉你，跟你的钱就有关系了。当你是我们的会员的时候，你就有关系了。当你真的赚到钱的时候，你或许还会办续约。但是各位，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我讲这些观念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我讲这些赚不赚钱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所以各位，如果是这样，倒不如我跟你讲一些好的一个观念，你在股市里面就像很像，对不对？学武功一样，学了个怎么样，对不对？真的学了一门技术之后，你在股市里面就可以来回去做价差。所以各位，你看为什么我要去做多，然后各位为什么要去放空，
为什么我要做多？为什么我要去放空？各位，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原因就是你要懂得来回去做价差，你要会买股票，你要会卖股票，你会去放空股票，你要去回补股票。给我现在就拿两只股票来跟你做验证，各位你注意看，你看看，如果真的你得到这些观念之后，你在股市里面真的会发大财，知道吗？所以各位跟着利豪安心办事又开心，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另外各位投资朋友们，你要注意哦，这一张我从2021年1月8号就制作到现在，2021年哦1月8号就跟你讲哦，你可以赚大钱，不要只是赚小钱哦，听得懂吗？你要赚大钱，不要赚小钱。很多人跟我讲说，老师，最近很多的小型股哦，活蹦乱跳，活蹦乱跳。各位，我当然知道小型股活蹦乱跳啊。高价股轮完之后，各位，高价股做完之后，哎，加权股价指数已经来到20000多点，很多的股票高价股在上不去的过程当中，当然资金就跑到这些低价股啦。那各位，这些低价股，各位我跟你讲，就算你啊真的买到10只涨停板，也没有我一只高价股的股票一天的价差还要大，听得懂吗？那各位，你还要保证你的股票低价股还要10天涨停板哦，听得懂吗？各位，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叫做什么？叫瞎猫碰到死耗子，听得懂意思吗？你能够抱得很久吗？你又不是大股东，你又不是大财团，你又不是大主力，你怎么可能抱很久？你买到搞不好第一天就出掉了，或者第二天出掉了，对不对？当你追进去的时候死路一条，不是这样吗？人性嘛。所以我一直跟你讲的是人性。各位，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立豪？很简单，因为我的观念非常客观啊，因为我也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啊。而且各位，我都来回做价差，加权股价指数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啊，对不对？你看我连我唯一一档股票，唯一一档100块以下的股票，58块买的哦，你看对不对？今天攻到涨停板105块。我在1月29号去年在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会员放着买着摆着看100块以上，哥你看105块。各位，我真的比人家强多了啦。做高价股，为什么全下坊间的人很多投顾老师都不做高价股？因为高价股第一个不容易操作，第二个高价股它的涨幅很大，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各位，还有高价股它的赚赔非常快，有没有？很多的投顾老师他没有办法有这个心脏去承受这个压力。我不一样啊，我专门做高价股的，我要赚就让投资人赚大一点，我要就让能够让这些人能够买车又买房。各位，那我跟你讲，做低价股你要做，低价股四五十块的股票，你要涨十只涨停板，要涨到民国几年？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我一档股票那个价差就赚翻了，不相信你看，来各位，我让你看一看，为什么很多人真的在股市里面，你要懂得来龙去脉。如果你不懂得来龙去脉，各位在股市里面你很难生存。各位来看，你看这档股票的双红，我不是这两天一直跟你讲双红吗？有没有？我不是在这两天跟你讲双红吗？为什么？各位不是跟你讲双红要来回做价差吗？你看，各位好的观念你要学起来好不好？真的，我今天跟你讲观念，不跟你讲赚多少钱啊，赚多少钱没有意义啊。各位，5月14号当初我不是把 VCR 给你看吗？我不是把那个 VCR 也给你看吗？5月14号没人要买这张股票，当初就有人在讲说，哎呦 老师啊， AI 的股票应该过时了吧，齁， AI 的股票过时了。谁说 AI 股票过时？明天5月22号辉达公布财测，对不对？你看 5月14号，你看哦，3324哦，你注意看这张股票5月14号还没人要，从底部一直涨到高点，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就说死掉了，结果一直涨到这边，死掉了，结果一直涨到这边又创历史新高，哪里有死？是你不会做不会玩而已啊。你看对不对？5月14号我买780到790了，全市场 VCR 给你看过了，对不对？在买780到790之前，各位这一波我们赚了这么多钱，有没有？你记不记得？那各位你看，我买到之后，我们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买到之后注意哦，我没有要当冲哦，结果5月17号过了3天，我不是带出吗？会员注意，
3324的双红780到790买的，现在860到870了，哎，全部出场，全部获利出场，保留资金再上去给别人赚。我为什么要出？我为什么要出？各位你看，如果你不出，今天打回到最低792，各位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吗？哎，我是出了呢，我出865到874。我讲难听一点，我今天800块以下又买回来，你相信吗？我今天又买回来，你相信吗？我昨天就开始在800附近就布局了，今天杀下来又在买，你相信吗？盘中4.5小时重不重要？很重要啊！你要懂得买，懂得卖，各位拉回来，你要懂得再买，各位来回操作，我没有骗你啊！所以各位，这些你都看到过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赚了90块？到5月17要赚90块，你10张90万，100张900万。那我不是也跟你讲过，我有一个会员很厉害，很有钱，78张，对不对？哎，他要来找我了，知道吗？我跟他讲说，等到2022、2023、2024，我要去上海复旦大学哦，对不对？演讲哦，所以我跟他讲说，这3天完毕之后再上来找我，他送我一个超级大礼物哦。那各位，那我到时候看送什么，我再跟你讲，好不好？那各位，你看，再来看看，你看四星 KY， 你看四星 KY， 我也跟你讲观念呢、啊。对，我今天是跟你讲观念哦，很重要的观念，你如果真的有听进去，各位比你真的，各位今天赚一只涨停板还要有用啦，真的啦。各位你听懂吗？你看四星 KY 我们做多久了？四星 KY 从我三年以前我就告诉我的会员，我要价差最少做30000块价差。各位到目前为止已经4万块2000块，4万块2000块的价差。各位我们就讲5月13号到今天就好不好？各位今天几号？今天5月22号，5月21号。你看看从5月13到5月21哦，你看才几天，我们四星做了几次？你看，各位来回做价差。5月13号，当初我不是跟你讲2500附近吗？各位，我拿手机不是给你看吗？各位，那当初我不是跟你讲，3月4号那时候4500块穿历史新高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做放空吗？很多人当初也不相信啊，结果你看，从4500块一路这样啊，慢慢的、默默的来到2500了呢，那个价差跌了快2000块。那各位，5月13号我们买的时候，短线做当冲不是65块吗？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当冲65块哦。那各位做完之后有没有杀下来？有啊，又杀到哪里？又杀到2505块，又杀到2500附近。那一天我告诉会员，手机上也拿给你看，也秀给你看 ，VCR 也给你看，2500附近就是支撑，有没有？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好，买到之后，各位一直到哪里？到5月15号，你看，我杀下来之后，5月13号再买哦，5月15号马上攻到涨停板2980，各位你看那个价差多大？460块，有没有？有没有？460块。那各位460块的意义是什么？各位，我们不要讲10张了，10张460万，一张就好，一张可以吗？好，一张46万，也比你那个小型股什么涨10只涨停板还多吧，对不对？所以各位，那你看，如果在这张是不是？那各位，涨停板那一天一开盘前，我就告诉会员，只要开高空冲上去，全部先出，而且先放空。运气有够好，好到不行，好到还放空到涨停板。对，你看冲上来之后，结果呢？结果还是放空，结果价差又赚120块，有没有？你看，先放空又价差120块，那120块之后，各位打下来之后，它有没有反弹？有啊，反弹到2930到2950，我又放空，结果各位再赚一个140块，你看，再赚一个140块，光这个3次我就赚了720块，那各位。你做那个小型股要赚到民国几年？你做那个小型股要做到民国几年？我不用什么每天都涨停板，不用啊，我只要做价差就够了，就赚翻了，还要做什么涨停板？而且那个涨停板还要瞎猫碰到死耗子，对，还要主力去做价。那各位，那主力做价的股票不会太多人去买到，就算你买到，很多人买到他就丢给你，你就死路一条了。听得懂意思吗？观念你要有啊，我太清楚主力的做股票的方式。所以各位你看，那我是不是出掉了？出掉之后你看5月17号，你看各位5月17号我要告诉会员打到2730到2750可以抢短，各位结果冲上去我又赚70块，有没有？又赚70块。所以各位真的
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你要了解一个观念，你自己要知道你到底怎么进怎么出，你也要知道到底你在做什么。如果你都不知道，浑浑噩噩，你当然在股市你赚不到钱啊。那各位，如果你还听不清楚，我再讲一档股票给你看。你看，各位，你要懂得来回做价差。OK， 我明天我会讲另外一个操作的观念，就是要会买，要会卖，要会空，要会回补，知道吗？我宁愿花两次的时间，浪费我的金钱。我上电视节目，我要付钱呢，各位听懂吗？但是我要告诉你观念，我认为你的观念的沟通比什么都重要。我是为你好，所以我只能这样做了，对吧？各位看，当初我们买长荣，3月15号166到167，我们买到最高买到168。那各位买到之后，我是不是带出了？我是不是在5月14号带出？而且我带出还做放空一次，赚6块7块，结果放空第二次有没有？放空第二次的情况之下，各位你看哦，隔天马上杀到203，有没有？又赚了22块。所以各位你看哦，做多你要会做，你看有没有？做多赚57块啊，放空呢？啊，放空你也赚22块、21块，有没有？我当初电视上我都跟你讲过了。那各位，今天我的节目里面我要跟你讲的是观念上面的沟通。你如果有良好的操作观念，各位，你才能够真正的发大财。没有一个投顾老师会浪费金钱跟时间在电视上跟你讲什么操作观念跟理念呢、啊？吹牛都来不及了，对，吹牛都来不及了，还跟你讲操作观念跟理念？那我们不要吹牛，我们也不要做这些动作，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好不好？所有的业务都在等你，盘中4个半小时比什么都重要，好吗？各位，真的，赶快打电话给业务说，我要跟着陈立豪打江山，所有困难度我帮你过滤，我带你进，负责带你出，好不好？广告之后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在台湾做股票，你真的要非常的客观。你如果不客观，各位真的你在股市里面你真的会赚不到钱。然后各位，我奉劝你进入股市之后，真的就不要整天在早知道，不要整天在后悔，知道吗？早知道我又干嘛？好家在我干嘛？通通都不要了，就是很简单，重新归零，知道吗？立豪在明天连续3天，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哦，
3天，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开课。各位讲私募基金这一块，私募基金知道吗？好，那各位真的很重要哦，或许会带回来非常棒的消息哦。各位你看哦，当初我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有没有召开一个私募班，有没有私募班？那各位这个私募基金每个都是几乎都是企业家的第二代呢，你不要小看这些企业家第二代都很有钱哦，真的哦，随随便便挤出来的资金各位都是几十亿人民币啊，你不要再开玩笑啊。所以各位在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希望在这段时间好，各位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三天，所有的投资人有看到利好的电视节目，我告诉你们的观念很重要，等我回来之后各位进入六月份你就知道了，好不好？五月底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想在股市里面大发利市，各位攻城略地，陈利豪是你最佳的选择。各位跟着利豪安心吧，秀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祝你们在股市里面操作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迈向2万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万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